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今天家里烧酒，有酒渣，特别适合做票菜，所以今天我要去田里拿一点萝卜菜来做票菜。这就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萝卜，我们就用那个萝卜叶子来做票菜。我们已经拿了一篮子，要拿两篮子。拿这种萝卜菜一定要拿老的，不然太嫩的话，做出来很容易烂掉。我已经拿了两篮子了，拿太多的话又吃不完。走了，现在回去洗做票菜了。这个萝卜我们到时候可以用来做酸萝卜。这些我们还要洗一次。好了，我们先把这一桶拿去做。这个就是今天刚烧好酒的那个酒渣，我们只要把这个萝卜叶洗好干净的放进去，然后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。把这个压下去，明天早上就好了。这个票菜放了一个晚上已经可以了，我们拿出来等一下拿来炒。这个等一下要洗一下，我们先洗干净，把那个酒渣洗掉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炒票菜了，因为冬天的话我们就在这种火塘这里烤火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炒了。先把肉放进去，放一点辣椒。